哎呀，你妈走这一个多月呀，让你跟我操老了心了。什么？又给我买东西，还是私人定制的，算了吧。我的东西要定制得你妈说，你有你妈了解我吗？你知道我减肥不能吃肉，想解馋得吃什么菜吗？你知道我四肢酸软的时候，我吃什么药才能补钙吗？ 你知道像我这种腰围得上哪个商店才能买到裤腰带吗？啊，到门口了。哎呦呦呦！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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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那我明白了啊，你现在从里到外，你就是儿子。小心眼儿，一辈子养了三个闺女没生过儿，我一提我儿就嫉妒，是不是？你可拉倒吧你！我嫉妒你，你听没听人说过？一个姑爷半个儿，我仨姑爷，我回你一个半，你那一个儿顶啥？顶啥？我跟你说啊，我二姑爷钱顺风怎么了？给我定的私人定制，马上就送来，吓死你！你不去催吧？你看私人定制。你进这个屋是个音乐，你就赢了。怎么的呢？这两盏灯都灭不了。妈呀，大爷二老挺幽默呀。我自我介绍一下啊，我叫齐小彪啊、我们公司呢刚刚搬到你们小区门口。哎，二老别站着，坐坐坐坐坐坐坐。哎，大爷，你别坐这儿，离大娘近点。我能找这样老伴吗？你看戴个眼镜，你眼是不是有毛病啊？男女都分不清了。看错了，我还纳闷呢。老两口挺时尚，留个情侣头。什么情侣头？孩子，你说这个碰的，妈呀，那得多疼啊！行了，孩子，你说正事儿吧。哎呀，说正事儿啊！对对对对，我今天来你们小区呢，主要是想找几个客户，然后扩大一下我们的影响。下面我向哪位服务啊？是不是那个私人定制啊？对，定制那是我。哎呀，馋死你！馋什么？我也有。来，大爷，是吧？怎么还有我的事儿？帮我抻一下啊！干啥？啊！哎呀妈呀，干什么？给你量一量。不是，小伙子，这什么意思啊？哎呀，大爷，私人定制嘛，也根据您的身高体重啊，平方面积立方体积，合理的为您分配房间和床位。而且我们这个分配房间呢，非常人性化啊，本着男女搭配的原则。那可真是，一个老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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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老太太呢？有啊，马上就到。一个老太太，一个老太太，一个老太太，一个老太太。行。哎呀，你那个地方老太太不少啊，挺有吸引力的呢。欢迎二位早日入住。入住？住这么住？上你那儿住去啊？啊。你是什么单位啊？那大爷，再帮我抻一下。事还不少。我这儿说，趁这儿啊。青城养老院，人生好驿站，老头老太太呀，幸福永相伴。你这相伴不相伴？不是，这钱顺风给我私人定制，给我弄养老院去，什么意思？你这还不明白吗？你一天到晚在家嘟嘟嘟嘟嘟嘟的，闺女儿都烦你啊。那烦我，这就直接说呗。你谁穿个新鞋愿意踩那个臭狗屎啊？给你弄养老院，有吃有喝，带着去吧，还那么多老太太呢，一个老太太一个老太太。小伙子，
您是顺风来的是吧？啊，我顶风来的。顶风来的。啊。看着没？那边有门，啊，你顺着风往外咕噜。啊，咕噜咕噜。不是，大爷，你干啥呢？你咋这样呢？他怎么这么个熊脾气？不过没有关系啊，我们根据不同老年人的脾气秉性，定制了各种方案。比如说我们看老年人喜欢琴棋书画，我们可以配合他们。哎，我问你，就是一般一个老年人爱唱歌，你们能给能吗？我们给伴奏啊。啊，老歌也能伴吗？呀，那你想唱什么曲牌吧？曲牌，唱个老的，《军港纸烟灰》吗？前奏是不是这样？你来。当啷当啦哒哒哒哒哒哒哒滴哒哒，军港纸烟灰。当哒啷当啷当啷，心悄悄。当当当哒啷滴哒滴哒滴当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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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。养老院的，我认识你，你上我家来过，对不对？你是我们家小米粒同学，还跑这儿给我送养老院去？出去，出去，刷车刷到这儿了，走。不是，大爷，老范，你怎么这样？我你怎么，我还没唱过瘾了？你看你这孩子伴奏多好，我估计啊，他还会那个泉水叮咚响。你还有心唱呢？我都快上养老院了，你唱什么？这孩子这不是为你好吗？你说全。来，来呀，大爷！我说急急，你说急；我说急急，你说急。急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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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来，大爷，来，跟我一起，来来。我叫万美林，啊，他叫李麒麟。你什么耳朵啊？大伙都听得清清楚楚，他叫小提琴。什么耳朵？我一说你就顺个二爬。他叫万美林。大爷，你说什么呢？我说你叫万美林。大爷，你蒙对了。他不是蒙的，他是用了洪荒之力猜的。这表情我看着眼熟。大爷，这么跟你说吧，我们公司啊刚搬到你们小区门口，我今天来呢，我知道你们还能给老头办那个军港之夜呢。哎，不是啊，大爷，我们公司可没那业务啊。不是那个那什么的吗？养老院。养老院吗？啥养老院呢，大爷呀？哎，你说你生活这么幸福，你家庭这么美满，你跟老伴这么恩爱，你养老什么院呢？眼神不好啊，我老伴儿啊，我跟他恩爱，你看见了？我挠死你再说我，讨厌！再这么说吧，大爷，就是这个养老院，只是你人生的过渡，我们这儿才是你永久的归宿。来，大爷，说吧，今儿给谁服务啊？那私人定制吗？不是，这还是我。来，定你的制服。大爷，来，别忙着。干嘛？陈姨家来，还有我的事儿啊！这玩意儿，你今天成什么玩意儿？谁来谁凉。躺下吧。啊，躺下呀！叫你躺下，躺下干啥呀？你不躺下，我咋凉啊？就到你们那儿都躺着呀？不得，我们工作人员都站着。大爷，来，这么跟你说，大爷，什么意思？
本着这个物理学的角度来讲，你躺下量，你就比站着量节省2公分布料。我不给你省点布料吗？不是，你躺着量是省布料，那以后我再站起来，衣服不短了吗？放心吧，大爷，你到我们那儿以后，你就不用站起来了。躺来，别合计啊，你都不用站着，你合计啥呀？我就躺两个，不是，那我要非要站起来呢？大爷，你非站起来干啥呀？你就老实搁这躺着呗。我说那你要一站起来，那我们可就都躺下了。别，我替他问问，你们那个地方伙食怎么样？你说像他这样的，一天吃几顿饭？你妈呀，大爷！啊，我们那不按天，按年，一年一顿。啊？就是在这个清明节的时候啊。我们给你们摆点点心。再供一盘水果吧。要是放点花呢？那都得加钱。你们这什么价格也就是啊。大爷，来，你醒着啊，你帮我抻一下来。谢谢啊。什么玩意儿、哎、青山一员，您的首选，来世的开始，今生的终点。什么玩意儿？我拉倒。好，顺风让你来的吗？逆风来的，大爷。逆风来的啊。门在那儿，出去！出去！点了，出去！瞧我，这大爷，瞧他脾气怎么这样？他就这么个熊脾气。哎呀，大爷，要是还得是你明事理，要不你去啊？不去！大爷，你看我。少跟我说话！不是，大爷。是不是觉得你脾气挺暴啊？告诉你啊，就在我们那儿，脾气比你暴的多了，哪个不得给我消停的躺着？就你那个地方，谁爱躺谁躺，我不去。你不去呀、啊？你不去，我还不来了呢。我在那等你。你等我，我也不去。哎呀，别拉硬了，我还等不来个你可得了。你这个私人定制，我太吓人了。不是，钱顺风能给我订这玩意儿吗？你坐会儿歇会儿。哎呀，我的妈！刚才那个起码居住条件还一个老头，这地方躺着。哎呀妈！我跟你说，哎呀，你喝点水，去去火，不听了。哎呦我天哪，这什么玩意儿？哎呀！这个又是干啥的？看样是来给你销户口的。哎呀，大爷，不好意思啊，有点莽撞，有点冒失了啊。想必二位有点不知所措了吧？孟哥，那我就自我介绍一下啊，我呢是搞私人定制的。私人定制的啊？出去。怎样？你咋的了？叫你滚。我呀，我走行，但是大爷，我得告诉你啊，你二姑爷钱顺风交的这个定金，交到我这儿可就退不了。等会儿，你二姑爷是整误会了，刚才那俩是上门揽活的呀，这个是我二姑爷给我找的私人定制，对不起、啊。整岔劈了吧你？哎呀，大爷，那大爷我就治你呗。对，治我。来，大爷别闲着啊，来。咋的，大爷，你有这癖好吗？他习惯了、啊、不是，大爷这几年反正岁数大了，也不懂啥事儿了。你们年轻人出门这么爱带卷尺吗？
你看没来得及让我阐述一下啊，那个是这么一回事儿啊。你二姑爷啊，钱顺风，给你订了一套欧洲豪华15日游，厉害吧？瞧瞧，我二姑爷订的是这个，还什么玩意儿？那玩意儿，一个老太太，一个老太太，那地方你去吧。对，我说大爷呢，我为啥量你馋吧你啊？啊，为啥呢？就是因为要做一套团服啊，对，整齐划一 啊，走在国外怕你走散了。你看人家这孩子，人家说话就好听，人家走丢了都不说走丢了，人说走散了，一说走散了，你心里就舒服，舒服是吧？你说那什么玩意儿啊？人家这一动还丢丢，丢个难题。怎么了？我就是我。哎呀，大爷不好意思啊，我这个症状啊就是老抽冷子似的。那为啥一说丢你反应这么强烈呢？我呀，柔软的心灵上有这么深的一道疤。怎么能留下疤呢？这么跟你说吧，我失恋了。失恋就说失恋呗，我以为你把自己开膛了呢。失恋没事，我跟你说啊，失恋很正常。一个没失过恋的男人，他就不是一个完整的男人。对，这方面我特有感触。我跟你说，小伙子，失恋不用怕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哎，一点点就忘了。你失恋多少天了？4年。我就是我。哎呦，孩子。哎呀，冷静，这你冷静，你要冷静啊！这人跟人不一样，这个失恋各种形状都有，对，有的哭，有的闹，有的喊，有的叫。你这孩子多好，跳！这肯定是精神病医院的大夫给他看过这个。咱不谈伤心的过往了啊，不谈不谈，咱们谈点正事儿，好不好？好。那个说一下你二姑爷钱顺风啊，为你定制的欧洲豪华15日游的流程。好，那就跟着我的脚步，咱们一路向西。啊。第一站，哎呦呦，第一站厉害了啊！它是法国的首都，对，巴黎。巴黎是浪漫之都啊，它是爱的世界，它是花的海洋，它是情侣的天堂啊！尤其是两个人呐，小两口一起那才好呢。我跟你说，我和你呀，你和我，我和你。我就是我。不去了，下一个问题。孩子，咱这么着啊，孩子这么的，咱现在开始啊，咱们不谈法国，不谈巴黎，哎，对，咱就谈谈你的个人问题。心里要有事儿啊，不说出来他憋屈。对，孩子，你把你这个故事给我们俩讲一讲，是吧？然后你心态好了，我们好一起愉快的旅行嘛，对，是吧？大爷，你俩真是我亲大爷。你说吧，我本来过来工作了，你说又把我的情绪传染给你俩，我就不想，你爱听吗？爱听，你都喷出来才好了。那你爱听，我就讲一下我的凄美爱情故事。记得。那是一年初一，我和我的那个他手牵手走在桃花盛开校园的小道上。哎呀，满天飞舞着花瓣啊，唰唰唰，就能散下，他没有了，你信不？就是这个时候，他巴巴的出现，就犹如冰雹子般的猛烈那可真是啊，忽然一阵无情棒打得鸳鸯各自飞。大爷，不好意思，你看我一提到当年的往事，我这个波澜呐，这个激动啊。哎呀，我小伙子，我头一回听人讲故事讲得这么生动我呀。对，我这是四弟故事。哎呦我天哪，哎，这孩子，哎呦我天，你坐下去，你缓缓气儿。我想请教一下，你说要出去旅行，我得准备什么行李呢？啊，这个不用什么，就是准备点日常生活用品呢。换洗衣服什么的就行。那我得带上这个。哎呀，欢迎小伙子。太伤了。是，我带上这个行不？都经过这个。你带那玩意儿干啥？不是，我不怕你笑话，我不经常出门，我是走时间长，我怕想他们。对了，你这是我全家福。我看看。你认识啊？这我老伴儿。这我大女婿、大女儿、二女婿、二女儿。小米粒。小米粒。你认识啊？
你姓啥？我姓范。范，你厉害。我就是天空还很